实在就是 SUM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伦，今天又要来介绍马六了，这台不是柴油，是汽油，当年很少人买的它，现在抢到爆炸，就是爆炸，来2015汽油马六卖你638,000，抢爆它。这台车最大重点就在这里，它的价值四颗锻造圈 PF07 19寸的，大概8-9万，送给你们，但是你要买这台车才有送啦。我们来去看一下这台马六，那前车主非常的顾它，我们来环视一下它。整台车漆面固得非常漂亮，定期打蜡，定期打蜡。来到马六的后面看一下，它还是会让我再度的爱上它，它还有加装这个小鸭尾，还有它这个熏黑的尾灯。再来，当我打开它的后车厢的时候，我已经离不开它的视线了。你看很深，是不是很深？它还放很多行李箱，那所以说，如果说你有在考虑马三的，你也可以考虑一下马六。税金又一样，又比较长，东西放比较多，配备又比较好，那为什么你不考虑一下它呢？来，我们这台车行驶里程90,000公里，然后你往上看，它88,000公里的时候已经在原厂保养过了，那我们这台车有定速，有音量控制键，然后它是免钥匙的，再往下你会看到它有双驱独立恒温，然后排档这里它还有 Sport 模式、电子手刹车，然后这个是马自达的 HF 功能，可以控制上面这台多功能的机子。用这个旋转就可以了。让各位看一下马六的倒车显影，有看到，后面一个椰子树。好，马自达车买的就是它这个内装质感，绝对让你赞不绝口，没有对手。看一下这个马六的引擎室，你会先看到我们有通过第三方认证，再来赛车原版件。那我们的客人，你会注意到红红这里，客人非常调皮，他装的这个油压杆，还有这个拉杆都是大牌子的，你不能那这个都不拆了，都直接送给下一位客人，买到就是赚到。好，那这台车2015年的汽油版马六原版件就跑90,000，然后升级的配备大概有100,000左右，我就卖你638,000。如果你有喜欢，赶快找我。那你如果喜欢这个影片，你可以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找阿伦晚上讨论，早上也可以讨论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实在就是 SUM。